不要使整个上衣的颜色都鲜亮起来，这样大面积的亮色已经不是亮点了，整个上身都已经变成了亮面了。矮胖女生不要这么穿，必须选择同色的套装，裙装、裤装都可以，连衣裙更好。即便是不同的颜色混搭，也要保证上下装的色彩尽量近似。选择服装的材质也很重要，越有光泽的面料会越显胖，相对精致挺刮的面料会显瘦，柔软轻薄的面料也会让肥胖的身体暴露出来。选择精纺细密的面料，不穿粗糙蓬松或厚重的面料，不要全身穿着软趴趴的面料做的衣服。如果整个人显得松散不挺拔，人就会显矮。最好是软配硬的搭配，比如挺刮西服外套配软的裙子，就会让你看起来更立体、紧致、有精神，看起来也会更瘦。布料太软、太贴身，容易将肩膀裹得浑厚、下垮。如果又穿得上下身都宽大，显得更胖。瑞达的面料一般以丝质、精细棉布或者雪纺为主，垂坠遮漏效果比挺刮效果好。外套面料，外套一般以羊毛、针织丝棉为主，针织面料柔软贴漏，不如羊毛硬挺，能修饰体型。下装面料，裤子里最显瘦的面料是蜡酸聚酯面料，厚度和垂度兼顾，比挺刮弹力面料效果更好。毛衣面料，半针粗线毛衣显胖，精纺细线毛衣显瘦。呢子，精纺隔呢上衣显胖，精纺细呢上衣显瘦。